我刚好现在今天刚好放假，所以我就想过来重温一下电影院的那种情怀吧。毕竟有大半年，从过年到现在应该将近半年多了没有看电影了，然后今天也是第一场，所以说虽然是复印的电影，但是心情还是蛮激动的。影院这边，我们前台也会经常接到一些观众询问的电话，一直问我们影院什么时候能够开。所以观众呢，对于观影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期待的，也是希望能够进入到影院里面，能够跟坐在影院里面跟观众一起来感受电影给他们带来的快乐。